嗨，大家好，有点累。欢迎来到第29届民谣吉他社的惩罚，耶！尖叫声。那好，我问你哦，清明假好快就过了，一转眼就来到金井柠檬了。对啊，我真的觉得每次连假到最后一天都很想继续放假。那你家有去扫墓吗？哦，讲到这个我就生气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们家扫墓啊，我爸妈早上5点就把我叫起来，那个起床真的是有够麻烦，然后又很冷，然后又很累，真的超冷哦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清明节嘛，那我考你，你知道中秋节要干嘛吗？中秋节哦，吃烤肉啊。然后吃月饼，看月亮。那既然你都知道，那我再考你。你知道端午节要干嘛吗？划龙舟、吃肉粽、喝小黄酒算吗？那是重阳节。好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你还少了一个最重要的，是什么？立蛋啊！对耶，立蛋很好玩耶。对啊，那我们去立蛋。好啊。哎呦，你为什么要弹我的蛋蛋啦？我好不容易理好哎。你是说，哎呦，弹我的蛋蛋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你为什么要弹我的蛋蛋？哎呦，弹蛋蛋。哎呦，弹蛋蛋。让我们欢迎，帮我们欢迎27届江妍心学姐，吴敏涵学姐，28届江雅思学姐带来的《爱要坦荡荡》。那直接开始，嗨，好。天绿，好。天色是有点冷，气氛是有点干，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，对白是很简单，像是精神上班，显得通俗不堪。
谢谢。